秘密呢，就在这一瓶 Lux 法的补给机能里。耶！我今天要跟老师来玩一场快问快答。哇，这比我教人家保养还要紧张。老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怎么办？因为没有啊，老师，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好难懂哦。但是接下来我就要帮广大乡民问问题咯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头发啦，老师你看又毛又干。我来看看，凡凡，你不知不觉是不是在抓头发？对，状况很糟哦。这个动作也会导致你头发的养分流失哦。因为啊，我们的头发有87%呢是蛋白质组成的。可是啊，我们每天梳头发啊，或者像你刚刚不知不觉在那边一直抓头发，还有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的头发会跟枕头摩擦，这些呢都会导致呢蛋白质流失。我用吃的还是用喝的还是用擦的？都不是，是用洗的。想想看，我们会喝胶原蛋白饮来补充我们肌肤的 Q 弹度，头发呢也有洗的机能饮，秘密呢就在这一瓶 Lux 法的补给机能饮。这里面的复合式氨基酸呢，可以帮助我们补给发丝根本，还可以重塑秀发的柔顺、光泽跟润度。哎，老师，可是我看到那边有两种发的补给机能饮，哎，这要怎么挑选啊？粉色的这一款呢，这个是角蛋白氨基酸洗发精，里面的角蛋白氨基酸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去修复毛鳞片。另外呢，蓝色的这一款呢，胶原蛋白氨基酸洗发精，它里面的胶原蛋白氨基酸呢，可以帮助我们头发因为染烫造成的缺水，帮助你补水，还可以让你的头发有光泽、有弹性。而且我刚一拿起来就发现这个包装超美的耶，又有质感，放在浴室很疗愈，就会觉得心情突然变很好，真的。今天真的学到好多，谢谢老师。不客气。那老师，我们去喝机能饮，补充身体的能量吧。好啊，干杯。